边也很漂亮啊，而且薄薄的，穿一看很舒服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鞋底好像也不错，看它这个鞋底做了一个金色的，是，然后是这种红色的鞋底，而且摸的这个感觉应该是有一定就是防滑的，我觉得还很舒服。那你给咱试一下，我觉得你特别适合这双，可以试一试。然后我一会儿给他们试另外的两双鞋子。好，你得帮我协助我。没问题。协助我。好期待呀、啊！试试吧。每次新鞋子到，我就觉得哇，好好看。我先感受一下我的，来自己的爱好。OK 啊，嗯，好 ，Thank you， 不客气。让我试一下我的黑色和白色的感觉，但你这双就感觉很有弧度啊。对，它这种弧度，侧面弧度，还有这种流线性感觉。比较软一点，对，嗯，自己可以吗 ？OK， 这双好像蛮大的，嗯，这双比我脚上这双大一点。这双就是特别显质感，对，皮质非常舒服，穿上去也确实不一样。我这双就稍显硬一点，嗯，怎么样？好看，哇，好看！其实从正面看很好，嗯，小腿，你的小腿好细呀、啊，你的小腿，你看这里其实还有、嗯、有点哦，有点没有吃起来。哎，其实我一会儿用我的小粗腿试一下，我的小腿比你粗得多，更好看。嗯，好看。哎，我可以试一下左脚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好吧，咱们俩对比一下，是不是？可以。看一下你的那个185的腿长或170的腿长有什么区别？我也应该让我，可以，可以。快，等你，感受一下你帮我试长款的和对比一下，对短款的那种感觉。是的。今天都是黑色系列，因为今年就流行黑色。对，确实。皮子就很软，就像我这双穿的时候，感觉也很好穿，相对来说。对。一提就提上来了。其实我的小腿要比你粗，应该是能把它撑起来，撑得更饱满一些。我觉得这个鞋就得穿饱满一点，看性感。要帮我拉一下，看你穿的就很轻松，其实这个还蛮好。新鞋还是有一个撑的一个空间和过程。哇，怎么样？穿长的也好看啊，是吧？马上确实感觉就变了。哦，一下就是。确实，咱俩穿的感觉就不一样，你穿更丰满。更丰满哈、嗯，撑起来了就。对，更 sexy 一点。sexy， 嗯，很好看，它这个鞋型真的很棒。嗯，那亲爱的，你把这一双都试上让我看一下吧。可以啊，嗯，我觉得还是你穿好看。这后面你看，我还是对你小腿比较细，就我刚好这个饱满小粗腿把它给撑起来，是吧？可以啊，试一下，但可能会需要你的帮忙。OK 的 ，OK 的，我愿意为你服务。好的，我也很开心，美女为我。需要没关系的，这个鞋弹性很大，所以可以的，方便就脱掉了。这个好像拉锁了。
塞进去。要不要让我坐到这儿？我可以，我蹲到这儿。我想想，哎呀，好荣幸呀，好荣幸呀。对，你不用往上那个啥，没事，你搭着就行啊。太轻了，你腿太轻了，腿太轻了啊、哦！好，好开心你这样的主播。那个手套好，嗯，没问题。我慢慢的，哦，手套发现比我还在，就是刚夹着你的肉，没关系。底下刚好有个垫皮，所以拉的时候不用担心夹到肉，还蛮好的。可以，哎，这没问题，就稍微紧了一点点。对 ，OK 了。是新的嘛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穿手套不太好看。好，这样其实还可以啊、哦。嗯。让我瞅瞅。可以啊。嗯、怎么样？好看。啊，确实只有你能把它撑起来，我穿撑不起来。搓有搓的好处，这根儿也好看。嗯，这个根儿特别漂亮。它的那个根儿专门做了别的。对，这双的这个鞋尖哈、啊，就也很好看了、啊，是吧？对。这双鞋尖它不长不短，就刚好。这双就是长。偏长的感觉啊、哦，很好看。主要是我觉得搭衣服也好搭，是吧？黑色的百搭，现在这种感觉就很好看。好吧 ，C 档。好看啊！好看，适合你。适合我。再搭上这手套，完美。这手套看着质量很好。对，舒服啊。而且我觉得很暖和，感觉很薄很软，但是它很暖，很保暖。请戴上吧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的橙子怎么这么绅士、啊？不用那么客气。这一双也不错哎，是新到的吗？对，是个防水牌的，迪奥的吧？对，是的。迪奥的那一款。是迪奥的。这个就感觉是皮质，就是比刚才那个偏硬一点、嗯，但是它版型就很好啊。就很小女人的感觉，多了一个这种防水牌。对。小女人的感觉是。它这一双好像比你那双要稍显硬一点皮。是，能硬一点点。但我如果穿你这双，肯定就没有什么份儿了。这一双，就这个吗？对，等一下我想试一下。可以的。你腿长，就看这个对于你的腿来说，长度怎么样？这个那样可能就是到这儿，就那种，其实也好看，就搭